哪儿了，谢谢。我问你，我姐姐她失踪之前，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是在建南客户吗？谢烨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还要骗我吗？对不起，谢烨，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。你为什么会和我姐姐出现在这里？她打电话给我，约我出来见面。我见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清醒了。她和你说了什么？她向我询问了一些你的近况，她希望你可以幸福。还有呢？拜托你不要把我任何事情告诉谢烨好吗？我真的不希望他因为以前的事情而伤心的。没有了？怎么可能？你们明明聊了那么久，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谢烨，我跟血清的事没有关系，你要相信警方。警方一定会全力找到血清的。我这么信任你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本来明明可以告诉我的，我明明可以见到姐姐最后一面，我还错过了挽救她的机会。你忘了吗？你说过你不会再骗我的。阿姨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姐姐和你到底说了什么？谢烨，不管雪清对我说了什么，他想表达的的的确确就是希望你和我可以幸福快乐的一起生活。我不管你怎么怀疑我，可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件事情，你不要相信谢明浩，他和你想象当中的不一样。李泽良，我现在不知道你的哪一句话可以相信，等你想说实话的时候再来找我吧。我不想要你哭，即使你永远没心没肺的对我，我也不会让你哭。